5000多全新未激活的15 PM， 性价比非常高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台呢是一位江西的粉丝选择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美版的15 PM 1TB 原色未激活的机器。然后我去市场找了一圈嘛，没有原色，那客户讲黑色的也行。那今天我们去市场看一下哪一台 1TB 的美版卡碟机跟国行的全新机它能有多少差价。走，哟哟哟，龙姐，耽误下班了。听说你有个 1TB 哟。不要拍我，不拍到人，机器给我。好，这个东西拿下来。哎，我问你，迟到了可以加50吗？可以。可以赊账吗？可以赊账吗？可以赊账吗？赊账再加50吧。你加100也行，等我有钱了再给。没有，明天给。等我有钱了。他们不是说蓝色好卖吗？我那个蓝色淡淡的怎么没人买？蓝色比黑色还贵。不是同一个价吗？市场不同一个价，黑蓝，对，对，白色贵。前几天好像原色还更便宜一点，就这个，没有再便宜。要是能拜拜对 ，ETB 黑。我要说我没有，会不会挨打？狠狠的蹂躏你一下。哎，他好可爱，他没说自己在酷。姐，530借我一下啊。嗯，随便用。谢谢。姐的就是我的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你借就借了。你好样子，我们先那个过一下成色外观，像这种新机一定要看好外观。这你看得懂？这是原后盖，像头也没有灰。看一下屏幕。新机屏幕要是有瑕疵，那可要扣很多钱喽。在这。然后我们给它开机看一下，有没有踩点漏液。然后我们正好一起查一下它是否是未激活的机器，它这个后面有那个串号码。点击保修查询。刚好，我还是有白名单呢。我没想买一个这样放上去给我妈的，她也是说要一个这样的包，然后说啥了 ？OK， 屏幕也没有踩点漏液。没有，好，我们现在等那个查询结果。对，我并不说要拿这个，因为它要这个下一次验的。这台机器尾号是0423。0423 ATB 黑色，这个在下单买。激活状态未激活，那说明这台机器是未激活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手机的成色发给客户，发给这个粉丝，确认机器没问题，然后等粉丝结款，我们拿去开孔测机发货就可以了。多少钱？拖到明天了，要涨了。多少钱？把钱转给我老公了。625。老记不记得你名字？莫甘娜，莫甘卡哦。莫尼卡。625。好，钱已经过去了，机器外观成色没问题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拿去开孔测机发货。OK。